大家好，这里是天天快资讯，我是小编。刚刚小编听说一个消息，在3月27日，美国知名演员马克·布鲁姆因感染这个新冠病毒的并发症去世，终年69岁。他的影视作品包括《鳄鱼邓迪》《神秘约会》《盲目约会》《丛林中的莫扎特》等，近年来非常活跃。出演了惊悚剧集《你安眠书店》，也在《傲骨贤妻》《傲骨之战》《基本演绎法》《继承之战》《亿万》等剧有客串。不少与布鲁姆合作过的人发文悼念他，和他一起演了《神秘约会》的麦当娜称，他是一个平凡的人，合作演员和朋友，有趣儿，温暖。充满爱意，并且很专业，表示他的心与布鲁姆的家人同在，并提醒大家，这个病毒绝不是开玩笑。最后愿逝者安息，希望这个疫情早点结束。好了，本期小编就唠到这儿，想看更多最新资讯，欢迎大家关注我，咱们下期再见。